马上贴，大概一秒。魔满他会选牌，大概一秒。对，就是、啊、他选到一样是蓝牌、红牌、黄牌啊，随机哦。对，对啊。就你就看他是西门还是地段，还是 FW 刺猬局。哎，找我们闪电狼的那个告你哦，跟你拼了！啊，还想跟我抢啊？去拿贝壳吧你！你怎么贝壳也不烂啊？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我觉得英算多吗？算少。哎，干这是1块钱哦，这2块钱吗？算50只英雄算少。你说什么50只英雄？他说总英雄50只算多还算少？算少啊，算少吧。那是所以他扎一个卡牌出来的话，他很多变化。DAC 有几只？至少60吧，应该至少60吧，对不对？他就出一个卡牌，你前面的节奏就一点不一样吧。啊，下面的牌好烂。小敏俊，射手让给你啦，我本来想玩的，看你秀啊。他们说很烂，我就不想玩了。就是你要玩过才知道烂在哪。就是自走棋也是一种卡牌游戏啊，卡牌游戏终究是要退环境的、啊。很合理啊！感谢追随。什么时候会出牌位？下一版大概月中，15到20号左右。到时候就知道。谁没穿裤子？我觉得我现在的裤子有点危险，每场都。谁没穿裤子我不知道，谁没穿衣服知道一个，还会露奶头。刀塔自走棋有62只。谁说的？我刚看的。你刚去哪里组？嗯？你去哪里看？巴哈有那个棋库啊。哦，漂亮。哎、欸，红 buff 怎么合啊？腰带加锁指甲，你就把它想成那个魔斗就好了，你就会合了。哎、欸，葛炮拿那个断剑那把叫什么？就叫断剑嘛，折剑者，可以一次折3个吗？不行吧，我没试过，应该可以啊，照理来说，你可以触发红 buff， 你就可以啊。逻辑上是哎、欸，逻辑上是。而且你那个射手 buff 还是，你至少射手 buff 应该是。只是你葛炮很容易死。葛炮是前期很强，后期就很容易死。你给他的装备很容易死掉。哎、欸，不过折剑者是2弹装了，所以其实应该还 OK。飓风没有普攻特效，对，飓风没有，可以开灯吗？我看不到你那儿了，我朋友要睡觉，我不能开灯。
本康是不是在打假赛？Peter， 你怎么这么强啊？台主，请你脱掉上衣，我们怕你热。这场走什么？还是边走边看？每一场都是边走边看。但是我肯定会先拿那个。但好像不能拿这个欸，会自己合起来，靠你喔。干，拿错，卖掉啊！他已经合成二星了，你好不好？卖掉，卖掉，把自动合成关掉。双西风三小啦，比特。双西风很牛欸，直接吹两只欸。开场直接二打四。对啊，你好像吹到同一只欸。台主还不，哎呦，你们说没用，我来说刺猬拖不拖？这个回答满意吗？这个回答满意吗？我看我要去选装备喽。碰到炮飞，太听话了吧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我心中的地位。哪一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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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，我真的是没看过有人一直要求男实况组脱衣服。刺猬不疼我了，干妈的！你讲这种话，他妈到时候被爱子抓到，然后我他妈的要解释很久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老婆跟你说他不疼我，你不疼他了？为什么？啊，这样怎么搞？啊，现在这样怎么搞？救萌姐！脱裤子，脱裤子，脱裤子！还没按追随，请按追随。你说没用，白痴！我他妈的，我要一直脱，我为什么不在 Pornhub 上面直播就好？我为什么要去直播？还是我干脆就在 Pornhub 上面直播就好，也不要再退群。是啊，是不是怪怪的？怎么了？为什么怪怪的？哎呦，有人在玩滑板鞋，无腰欸，干，是你叫我玩的、欸，我叫你玩吗？我叫你玩射手啊，我不是叫你玩滑板鞋啊。啊，神射手就是这样玩的啊，就这个这种能玩神射手没了。干，你知道那些射手都是要三星的，你不给他们装。主播怎么讲话那么像逻辑？你是第857个人这样讲，没有错。来，摩基，我的回答都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不了解我？好了，算了，我已经说了，是我们罗总学我，总，请你尊重一点，谢谢。白痴，你不是都说是罗杰像你，不是你像罗杰？对啊，罗总，所以是罗总学我、啊，罗杰像我、啊。一定是，是他学我，不是我学他，没有错。我已经说了，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被完美大吗？看我要输了吗？我要因为这个派克输吗？是这样吗？干你娘！漂亮，漂亮。这样子可以接受。对啊，你们的海盗都很多钱啊，我的海盗都是鞋子啊。我要因为这样输？我要因为这样输？派克被砍过还是那么没有错，派克 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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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角。
火龙兽啦。我五等的时候就有了，我纳尔也是五等的时候就有了。NYE 的折剑真的很帅，快十下普攻也没有一下触发出来。说怪怪的，我应该是不会用它了，先拿着吧。对啊，我知道你很衰啊，你衰到不行啊，有折剑者出来一下我就输了。你是很衰的，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雷欧娜布朗姆感觉都好强，有比布朗姆废的角色吗？蜘蛛，没有啦。三个热搜的 PK 谁最热搜？嗯，对啊。好运姐现在从最废变成从。如果有 ABC， 他其实没有到想象的那么废啦。好运姐，他不错啦。他从他这样，他改那个模量从一角变成低角，他只是 AI 很低而已啦。而且他废其实是跟五星比，你他妈拿一个菲欧拉跟他比，那你就是在侮辱好运姐啊？为什么每次？孔康都这么强啊！欸，格雷夫搭折剑可以缴械很多人，非常多。不是为什么孔康28元？可是后期活不了多久啊？不，为什么孔康可以这么强？我看不懂。因为他五十块哦，你要仔细注意哦。他蹲起来了。我知道他二十八 D， 可是他没花钱，他那个啊。可是你用血量换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感觉追随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你用血量换的，可是如果你就是如果你的阵长这样的话，没理由你要二十八 D 啊，懂我那意思吗？本康是玩什么啊？智人恶魔也没有啊，是帝王也没有啊，什么鬼都没有啊，三刺客，上帝王。完了，我的妆。
Let's do this.欸，双精进的露露好像蛮烦的，很烦啊！打不死。哇，我放错了，干！哦。哎，我看了，之前都是给龙兽。干他妈的！干，早知道干就故意输了，妈的！哦，这个好猛哦！这给娜尔超强。不过他剩下17，差不多了啦。我那他还在一星呢。好吧，他有2700啊，也还不错。干那怎么会秒杀啊？我每天伤害。晚上八点开打，我三四五的话每天晚上八点，其他天的话大概是6点到凌晨6、7点。好，刷光。又是刺猬，哦，我变烂了，这弓开不出啊。我知道我刚拿手拿一只阿里，双鱼下去，我以为我有按。刷什么？这个4块钱，这2块钱，这个1块钱，还有这4块钱，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4块钱，刷到就可以存钱。干，全场只有我一个六人口。可是你三星太少了，你这个三星低不到。你的葛雷没三星，差两只。其实还好，你等下低到也还可以。葛雷没三真的差很多哎。而且你低到之后，反正你只要一点点钱，你就可以再升人，你就可以直接放一个什么压缩。哎，刺猬，
forget it。嗯。刷完没？怎么了？你知道你的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你的牌库就是矮矮的。等一下。哎，死人死掉一样会回牌库吗？会。我好像打不赢尊天天。你觉得我这火炮要给纳尔吗？给啊，死了吧。下来嘛，鸡。我觉得我打你要调百位，我的派克冲不到东西。嗯，你表一点可以偷。就是你一开始很早的时间就很多矮人，有时候你没玩过，但是我看你的牌的时候，我看你的棋都是矮人。嗯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感觉去抓吧，没玩过也是可以玩。我玩过，玩过矮人啊，只是我那个，我想一下，我想到的野兽很早就二了，然后露露也二，我先想到这个。所以就是矮人吧，有什么早的时间就二。我是没来的，但是就是要支持他们。是三星，就是这个感觉，你知道的，那个好。本康蹲起来了。如果我玩其他的话，我应该相信。嗯，但是我硬断，嗯，就下去啊。我不知道你要玩什么啦，龙舟法吗？说。龙舟法没水滴啊。没办法。我觉得你派克不要再给攻击装了。可是我派我打算给他火炮哎、欸。可是你的主输出是射手啊？你的主变是射手啊？因为我没有坦，所以我很需要用派克的控制来给输出空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就给他两个金金之矛就可以啊。其实你要抓其他的东西，你要抓其他的装备吧。两项只能选装备，我想选亚素。你很难GG啊，你有点强哎。谁我？你说。哎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我应该是没了，我感觉。来，来，干没了。哦，纳尔好重要，我错了。靠，三个西风是三小啊！舒服吗？吹个爽快。有钱事了，你感觉那个露露怎么样？就是
双晶晶给那个两个给两个人的差异，有感觉吗？其实我前面根本就没有龙兽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给龙兽比较强。但是你给露露，你前面不会扣那么多血。对，给露露就是你就是前期强很多，尤其是你没龙兽。嗯哼。只是我后期，你看我这个龙兽其实没输出差蛮多的，我这龙兽跟一般的比起来输出差有点不错了。我是零个水滴啊，你是零刀，闭嘴，操你妈，差点赢。那来应该是。可是我上次，我之前有一次被那个对，就是三星的双晶晶露露打爆，是打爆。纳尔还是重要啊，但我觉得有没有纳尔二星差太多。我刚刚也听纳尔啊，我刚试费就只有一只科加斯二星。我觉得纳尔比龙兽重要。没有了，我还没死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纳尔啊。我进七只吧。没有吧，我进五只吧。我觉得龙兽一星有装备是可以玩，但是纳尔一星基本上根本就开始。华树那个有一个阿姨问你说，哦，那个脑粉呢、啊？凯莉问你要不要跟他睡觉？来啊！巫师跟冰川为什么会混在一起啊？巫师跟冰川。听起来就很怪。什么巫师是什么？有人说巫师冰川要怎么克？冰川跟巫师哪有啊？哪有这种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是有的，这是冰川三法吧？也是可以啦，也是可以啦，但是没有到很强吧？但露露开好慢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露露被你的格雷夫那个红 buff 给秒，是格雷夫吗？还是射手啊？我不知道。干，我打输了。然后他的装就很好，而且他刷得到，重点是他刷得到。我是觉得船长不用被刷，因为我也会想画好一点。我是想上七，我已经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卡特是很强的，很强的卡啊。可是他们都说很废。哎、欸，刺猬，我现在要干嘛？WTF 啊！但他三星卡特哦，靠北哦，妈的三星啊，三星卡特，两星吧？他不是三星卡特吗？两星啊，他旁边铁桥旁边是银色的、啊。那我该是继承上一场的，还是继承别人的？还是别人的吧。有阴影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有斩月他、啊。是本康的吧？本康不是三星吧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本康是三星啊。好哦，本康三星。哦。我就记得，我就遇到三星。哎、欸。啊！你怎么有双船长？你那个船长换科加斯一星比较强。没有吧，应该也是开不出来啊。科加斯一星很容易开出来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他那个很智障的是，比如说两个饭的那个普攻是可以叠的，但是两个船长的爆桶是分开的，超智障。想不到吧？想。你看，我觉得射手还是可以玩啊。摩羯这样也前二了。应该打不赢他了啦。我是觉得，如果给我双晶晶加一个火炮，我也可以玩。如果给我一个那个牌派克的话，我应该也是可以玩啦、啊。对啊。你知道我中间我卡了八只派克吗？他还是可以刷起来哦。对啊。卡特蓄魔量太高，所以他很需要水滴啊。不是。好扯哦。他如果给我这些东西，我也可以玩，懂吗？好多蝙蝠哦。再拿一个，晚安，凯莉。你不是水滴吗？再拿一个 BF 王八蛋。
如果这个派克，我后面放四个菲欧拉也可以。你这样自动选呢、欸？你没选到。那王八蛋拿走我要的东西了。啊、我给他五块钱。不错啊，这哈许不错啊。打他有用吗？我看一下，没什么屁用。极恶魔，双恶魔。为什么这个还在场上？哎、欸，原来我先等了。你上了一个什么？船长、啊，他会上等待区最左边的。你看呢、啊？有什么难度？为什么他会赢？因为他是安心派克。沉默，沉默，完全开不出来。六等吃鸡啊，七等，七等吃鸡，还随便放一只。一星船长，派克真的够低能，没有错。为什么他可以？因为他有三星派克，还有火炮，还有金镜之矛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一开始加压加太高，然后我他妈一直在上面掉不下来，就算我变。我跟你说，你斯温。你十分放那边会直接被沉默哦。沉默了吗？亚树先沉默。应该开出来。哇，魔机凉了。你的派克指标也是晕的、啊。他已经拉出去了吧？一定要打得这么激烈吗？就那四个字：神仙打架。为什么罗杰要拖上一开台？因为我们准备进军 No No Life 冬季赛冠军，君临天下。一起输也怪也太丢脸了。我是觉得如果要一起输也怪，没有啦 ，NAZ 那个 NYE 那个不可能输啦。我他妈刚才他妈脑中浮出来的字是 NAZ 靠背，NYE 的不可能输吧？摩基是四人口开始刷，还是五人口？五人口吧。我从头到尾都在刷。你总不可能留零利息。有没有记？你怎么都没有攻速装啊？No！ 你没攻速装啊？你没鬼锁？你那个炮娘有鬼锁？好强哦，这企鹅王！看来呀，看来射手。